真爱。虽然我这么的努力，你仍然没有回应，但我心依旧属于你。下次再来，后会有期。第二张嘴，关这两个口，这只是个关啊，还是只狗关？太极四两拨千斤，太极拳博大精深，双方对峙依旧，看谁先行出招，看掌。这下知道我的厉害吧？猫的反扑。这位老太太不知怎么的，一直欺负猫咪，猫咪躲无可躲，忍无可忍，趁住老太太转身展开反击。老太太一时惊慌失措，吓得屁滚尿流，急忙逃走。好技能！这头牛逃离了围栏，牧民跳上沙滩车，紧追不舍，伸手抓住牛角，纵身一跃，成功逮捕归案。开关，昏睡中的可爱小猫咪怎么也叫不醒，只要闻到吃的就会触发开关。母爱不分物种，小狗狗吃木奶吃得津津有味，这鸟也来尝一脚，无限的包容，真母爱真是伟大。铲屎官开门，小狗狗被关在门外，有家归不得，自己摇门铃。我跳，我跳，我再跳，终于咬到了门铃。开门，开门。我要回家，睡瘫了。喂，起床，起床，还不起床？难道你就这样离我而去？黄忠，好了，还以为你真的死了。自叹不如，科学试验中的黑猩猩记忆力超强，答对了，又对了，再次答对。错了一题，令人自叹不如。难吃，给我就吃，本大王很挑的。这能吃吗？咦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不错吃，吃吃看，还不错吃。翻滚的培根，一只猪从车上掉下，犹如翻滚的培根。快速抓鱼，临近湖泊的小水塘，渔民正准备捕鱼，一枚鱼，
再试试，我中奖了。鱼儿如雪片般飞来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鱼盒，一堆小鱼在地上流动，像是鱼钩旁的河流。鱼子流动者真是壮观，这真是世间少有的奇景。别再有下次了。这只熊头卡在铁桶里，许多的人前来帮忙。但是仍然无法挣脱。大家继续努力。无奈实在卡得太紧，依然未能成功，总无法理解大家的善意，突然挣脱逃离。大家连忙上前，试图拿回控制权。双方持续拉锯，终于拿回控制权。熊依然是死命挣扎，逮到熊喘息时的机会，向前抓住铁桶，死命往外拉，没成功，再接再厉。大家齐心努力，差一点了，终于成功地让熊脱离铁桶。记得别再有下次啦。训练有素，这一大群绵羊排列整齐，井然有序，有如训练有素的士兵。你挡住我的路了。大象漫步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位老兄挡在路径上，大象有点不爽，走开，吓得这位老兄连忙逃开。过街老鼠犬犬相咬，一只老鼠出现在狗狗的游乐场，马上成为公狗追逐的目标。有人出来阻止这种霸凌的行为。一路保护住老鼠，让它安全离开。